主料：椰蓉200克，黄油100克，鸡蛋2个。辅料：绵白糖80克，奶粉3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黄油隔水融化，加入白砂糖，搅拌均匀，加入鸡蛋，搅拌均匀，加入椰蓉，搅拌均匀，加入奶粉，继续搅拌均匀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，分成50克一个小剂子，揉圆，放在保鲜膜上即可。我的模具是5头100克，所以用了50克椰蓉馅料，如果模具是50克的，馅料就减半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做月饼有剩余的椰蓉馅料，放在冰箱冷冻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